我的小仓鼠有奶茶面包店了，看我给小仓鼠配备了这么迷你的小烤箱，把烤好的仓鼠零食拿出来，用它们替换掉这些小道具，把它们摆到面包柜台里，好香哦，吸溜吸溜，防止小仓鼠偷吃，先把柜台关上。这个是啥呀？你见过吗？这是一个迷你的冰激凌机，机器里装一点小仓鼠喜欢吃的零食，启动机器给小仓鼠打个冰激凌，等会儿让它尝尝。我来试试给小仓鼠做一杯奶茶喝，你们能猜到吗？这个迷你的榨汁机里我装的是仓鼠的营养液，奶茶的小料也不能少，这个是小仓鼠能吃的紫薯粉，趁没人注意偷偷喝一点。哎，现在还不能喝呢，奶茶我得给你塑封一下，看塑封好了，等会儿配着点心一起让你尝尝。我们给小仓鼠的店面装修一下吧，先放上地面还有墙板，再铺上地板粘上墙纸。叔叔，我要照镜子了耶，把灯箱安上去，等会儿通了电它们是可以亮的。这个是菜单，要喝点什么呀？安上屋顶，我们来看看整体的效果吧。欢迎光临叔叔的店，做好的奶茶先让我们叔叔营业员尝尝。没人发现我先吃了，嘻嘻。你们还想看我给小仓鼠开什么店呢？便利店和咖啡店优先，听你们的。